放不进观众了。而且呢，甲大家讲一讲，咱这出在你内底啊。公平公正的社会，我伫遮呢吼，大家
甲大家报告，我提出的八大诉求，哦，拢一拢二，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若无咧，我要安怎话？依照这个标准当中嘛有模拟，哦，模糊的地带啦。伊讲你来无爱加画龙二，哦，啊，我来甲你画龙二，你讲，啊，你就知影龙爷娘甲水你来去加画龙二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当你交鬼婚，那是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气氛真久无在了改变嘞，这爱紧立法啦，若无紧立法啦，咱也无在调。但是我过报告，我即马呢已经比全国行伫头前啊！我知影这个问题哦，所以无论中央甲这个高铁指定就示范区啦，我分两关啦，山中海，我嘛选择气动大比甲四号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三个乡镇，我目前已经进入。咱的乡村整体规划，所以咱即马分两关啊，还阁未了啦吼。我已经伫阿未立法进前，我家己啊，每一乡镇我先开500万啦吼，先个哦，即马大笔启动四路未了，先做一个吼乡村的整体规划啦。但是啊，即、這个立法以后，伊的规则有改变无？哦，当然我甲讲，唔忙到尾做白工啦，哦，唔忙到尾做白工啦。但是呢？先行伫头前，做伫头前，啊！若只要一立法，马上就实施啊啦！哦，所以分两关的有足济啊，拢行伫全国的头前啦吼！啊，都利用这个机会，互嘛互大家知影吼、哦！所以呢，目前我提出八大诉求，我希望呢吼，会当互咱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啊，安尼呢，咱就吼会当哦，真真正正配合这国土计划。